小伙伴，今天呢，我将大一名创业看起来能用几种方法呢来消灭我们的冒名顶替者。那么其中有一位冒名顶替者呢，他的实力特别的强啊，我们是很难将他给打倒的，就是前面那位红色冒名顶替者。哇，他简直就是无所不能，别靠近我啊，一旦被他碰到的话，后果不敢设想啊。走开走开走开，我们要尽量远离他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别靠近我。好吧，这是我们阔别已久的太空狼人杀，前面呢有一个小子啊，我先放过他一马，一会儿我们再来找他。哎呦，这边我们做一个任务啊。好的，按下我们的这个氧气开关。哎呦，这边是一个小狼啊，找着机会直接刀掉他。对不住了，首先我们第一个武器呢是锤子。哎，小龙，我是很好的这个传言啊，我不是冒名顶替者。哎，你不要来追着我啊！哎，你不要来追着我啊！这个小红难道是刚刚那个小红吗？不像，不像啊！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我等一下再来对付他。我们先下这个隧道，通往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能通到哪里。哎呦，烤面包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在下面干嘛呢？走开，走开，别挡路啊！我现在呢要赶紧去做别的任务了，不要挡路啊！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呢，这边是我们的氧气室吧。然后呢，我们盖上我们的井盖，来看一下第二个倒霉蛋是谁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换上了一把猎枪，这是我们第二种攻击方式啊。来喽，我、哦、小红，刚刚我们要消灭你是给你面子啊，没想到你又出现在我面前呢、啊，对不住了啊。现在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驾驶舱，再寻找一下，看一下其他船员。这边有个小绿，哇，这个猎枪的威力好强啊，一炮呢就能给打碎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医疗室，医疗室这边没有其他的船员。哇、哦，小子，倒掉他，很好。现在呢，我们一下子干掉了四名选手，五名选手，哇，小红在哪里啊？我刚说他就出来了，哇，这家伙这么强的吗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大厅这边每一个路口啊，安装上我们的这个铁丝网啊，为的就是阻止那个小红呢破网而入啊啊，因为呢那个小龙太强了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还做了许多防御工事。小猫，你现在站在这边啊，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来观察一下那个小红在哪里呀、啊？注意了，我们现在也换了一把步枪啊，这是我们换的第三种武器啊。然后这边呢有铁丝的这个防御工事来了来了来了，注意注意注意，马上过来了。大家小心了小心了，小心往后退点往后退点。我哟，这家伙不会把我那个铁丝门给打开吧？哇，一下碰掉这个铁丝门就碎了。我们现在跳到这个铁丝圈的背后，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哟，他们竟然把我铁丝圈给踢掉了，这家伙要不要这么厉害啊？喂，老兄，你不要那么厉害嘛，这样呢会没有朋友的啊？好吧，太难了。好吧，现在我们派出了一架直升机啊，为了不跟船员正面接触呢，我在直升机上面呢用我的这个狙击枪来打他们，这样呢我就不会跟船员正面接触啦。小白，拜拜。好的，这是我的狙击枪啊，这是我们第五种武器，来瞄准小红，然后小紫。哎呀，这个威力还是挺强的啊。我们现在呢开上我们的直升机去找一下那个小红啊，那个无敌小红在哪里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小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有我们的机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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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。好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看一下小红在哪呢，有本事你出来，别躲了。哎，能不能稳住啊，这直升机不是很好开啊。哎，别追别追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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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船员吗。哦，小红，这个是小红。哦呦，但是这不是刚刚那个无敌小红啊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，不会把直升机追回了。好的，刚刚呢我们用我们的六七种方法呢摧毁了冒名顶替者，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冒名顶替者放到铁轨这边，然后用火车呢来对他进行一个撞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撞击威力。哎呦，小红对不住啦，直接把他给带走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无敌小红了。哎，眼中那个应该是他吧，他现在好像往我这边过来了。哇、哦，看来我们必须做好提前的准备啊。来来来来，赶紧的，这边有车吗？哦，这边有辆小轿车，我们看到这辆皮卡车吧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它的这个撞击威力啊，直接把车子的撞下，车子就起飞了啊。现在我们掉个头回来，然后准备好我们最新的这个龙爪手啊。好的，就是你啦，激光炮，激光火焰炮，来吧，我打，将它消灭掉。哎，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哇，这小红竟然可以躲过我火焰炮的打击啊。哎呦，这一次我自己被自己的火焰炮们给弹飞了。哇，太难了吧，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躲住啊。哎呦，那小红呢又去哪了啊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只能换一架飞机来撞他了，这是我们的一架客机啊。好的，小红你在哪呢？哎，还没找到小红，你不要追回啊。哎呀，这什么飞机啊，能不能飞啊？难道是我驾驶技术有问题吗？哎呀，我们看到这架飞机呢竟然坠毁了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只能拿上我们的这个狙击枪来攻击它了。哎呦，小红在那个地方啊，我打我打。哎呀，这个狙击枪打它都没一点反应的。哎呦，这家伙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，我们放上我们的地雷，我再炸啊，还是没有。
哇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完了，这小红简直就是太难对付了，我不玩了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！我是超脸侠，希望我的解说就能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